美甲健康组，型号是 ST036，这里面包含了草莓香香锉以及魔术抛光棒。那使用的顺序是，我们先利用草莓香香锉来修甲型。那使用的方法很简单，就是在指甲的前端摩擦，然后找可以修出自己喜欢的甲型。那在摩擦的同时会有草莓的香味。然后第二个步骤呢，我们使用魔术抛光棒。那先从 step one 粉红色的这一边开始，我们先将甲面的角质轻轻的去除一些，然后再利用 step two 白色的这一面做抛光的动作。只要确定指甲的每一面都有摩擦到的话，它就会变得很亮。